海边是全台湾第一个看到日出的地方，当耀眼的金色光芒穿越云层洒照在海面时，仿佛镀上一层黄金。来到这里欣赏日出以及壮阔的波澜拍打海岸，让人流连忘返。看我们的两位主持人就知道了，他们大概忘了还有外景采访的工作了吧。不过这样的美景人生难得几回见，而且这天是他们结婚15周年纪念日，就让他们两人世界再甜蜜一下吧。阿咪 ，Yes， 啊，你看，哇，好漂亮日出哦！这可是全台湾最早的曙光哦。嗯，金碧辉煌，让我们全身好像镀了一层金一样。那我带你去一个可以让你全身镀一层金的地方。有这样的地方吗？当然有啊，就在这边太麻里，你看。金山金汤太麻里，哎呀，我知道泡了汤就可以变金人了。不是啦，我带你去就知道了。OK。每年到了夏季的尾声，总是会看见一大片金黄的花盛开，满山满谷都是。因为植物本身的特性，早上开花，傍晚就谢了，所以有一日美人的称号。这就是我们的主角金针花，又名忘忧草。阿咪，我觉得现在台北人好多人得忧郁症，应该来这边，你这样看得多舒服啊！啊，整片都是花。对，看起来哦，就是心情很好，就不会忧郁症了。对，因为它也叫忘忧花啊。哦，所以它为什么叫忘忧花？就是因为看了就是会忘掉烦恼。对，吃了也会放松啊，对，会心情很好哎，吃花。不过我觉得很好奇啊，为什么这里会有金针山之称呢？我们金针山是在1950-60年代由青山休闲农场他们从嘉义引进过来，当时是来这个金针山来种植一些金针。嗯，然后呢，就是有一部分就从青山休闲农场开始由山800公尺，然后一直往上，有些往上面延伸，上面也都是，对，到最高1340，通通都是金针。不好种，因为它是在坡上，就是、哦、我以为一开始就是野生的嘞。哦，是来种的。对对，它的一定要，它是要有芽点，然后再去种，一颗一颗这样种出来。这每一行哈，它都有一条一条条纹状啊，每一行都用锄头锄过啊，所以你都可以走在这个花间中啊，所以每一行也不会踩到花，对，也不会踩到花。怪不得我们在平地啊，在农坛啊，我丈母娘有种，就是短短细细，不会那么饱满，不会那么，就是要海拔那么高。对，没有，因为这是台湾原生种金针，如果这个地海拔700公尺，它并不会开花。哦，对，地700公尺它就不开花，它一定要高山。哦，所以原生种最好吃啊。对啊，金针它的特性是它是寒性作物，它越高越冷，向东面它的花会越早。洪大哥，这个这样子斜斜的坡，到底怎么样踩会比较顺、啊？往上、啊，往上。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能垂直走，你要跟着水平方向，对，要走横的，像螃蟹这样走，就这样走，走过去一行一行，然后再走回来。对，等一下再踩过去，再踩回来，再这边倒。所以这边有袋子。对对，这边有袋子。好，那我们要怎么看？什么时候可以踩？刚刚好。哦，这个是这一朵的花，如果没有踩的话，明天就开花了。这一朵，它已经爆开了。对。我们踩的时候，你要抓它有点头这边哈，然后稍微有点翻滚，然后捏住它，就它这边一个芽点。哦，哎，它没有，它一个笋头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一定要踩到这边？因为哈，假设说哦，今天这个现在这样踩，嗯，这样一踩，对，它这个就有汁液，然后你整天一踩到最后的时候，手就黏黏的，对，所以它会让那个花瓣都变成好像黏黏的。所以要大概要我的手指，不是它有点点偏，你给它看它的这花就比较不一样。你看这一朵花哈，对，这一朵花明天就会变成这一朵，然后它那两朵就有点不一样，它有点比较偏绿啊，比较偏黄啊，两个颜色就不一样。它就要整个偏黄到上面顶部有点绿而已，对，这个是中间还有点浅绿，对对，浅绿色这样，大概会看到眼花花。对啊，因为花太多所以会啊。那通常就是这样走，这样看，马上判断。对，看到就这样踩。啊，他踩怎么样？你看他速度那么快，他怎么可以两只手同时？啊，你不是说要先握那个根？对啊，就这样摸一摸一下，一次到位啊，一次到位啊。对，一次就这样到位啦，每一个都一样。我才3个，他已经是8个。
采金针花才采一点点就觉得那么辛苦，好辛苦啊！然后全身都沾满了金粉，然后呢一边采我已经觉得太阳又好大。你才采几朵？这一盘都不够，我采不到一斤，一斤十块钱，算不到工钱。对啊，然后你看这，试试对，哇，那个这是凉拌吗？对，凉拌，这是干的。哦，干的，干的。对，这是那时候刚杀青过晒干的干制品。我就是一边想象刚刚在采的感觉，很辛苦啊，很辛苦。可是我觉得以前吃的金针干金针哈，有带一点酸。对，其实做法也有关系啦。还有，其实现在一般有时候大陆来的金针会比较偏酸一点点。哦，对，一定要买到就是原生种。就是高山的，像这边的就比较好吃，而且吃起来很脆，很有口感，有肉感。对，我也说比干干扁扁的，good， 然后颜色又很美，然后这个新鲜的，直接可以。这是花苞，这是花苞，哇，这个素鱼干，这要很多花苞才炸这样一盘呢。啊，这个是直接的，这是花朵，花朵，哇，那比较有量哎。就因为它整个花瓣都展开了嘛，所以炸起来几朵起来就看好像就一整盘了。像这个是肉根嘛？对，金针肉根。金针肉根，那你是来这边特地开民宿、开餐厅，然后用金针入餐？发展金针的，没有，不是啊，你是为什么会在？以前那时候农会还有公家一直觉得啊这一块是很棒的，我们那时候觉得哇。没有人跟我们保证什么，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我们自己都不太爱来啦，这种荒郊野外的地方我们自己都不太爱来，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游客会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地方，就发现说其实游客我们觉得稀松平常的东西可能对游客来讲它是蛮吸引人的，就慢慢就说那其实我们的家乡还蛮特别的。所以你们在这边出生在那边长大，在这边建立自己的事业人，如果到外地可能反而不习惯。不习惯了，没有尝试过也不知道，因为我大概退伍就待在这个地方了，所以他是土生土长，然后误打误撞，不像有一些是出去了之后发现还是想念家乡的好，又回来。可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啦，把这个在这边的金针山的那个文化保留哈，对，然后让游客啊来都可以欣赏到这个金针花。对，希望游客能够喜欢。还有吃到金针花，你看在吃饭。就 surrounding 都是哇，很美的。走完金针山很累吧？对呀，可是很过瘾，因为今天看到满山遍野的金针花，真的很漂亮。可是脚真的很酸，还好。对，来到这个地方可以小心一下，泡泡脚。这地方很棒嘛？对。你知道吗？我没有想到台东农会啊这么有心哎，要规划这个区域啊，是一个很健康又很棒的一个温泉泡汤区。你看我们后面那一群啊，是马来西亚来的嘞，还有新加坡的同胞哎。其实要给农友们，有时太累，要休息一下，泡脚，对，然后按摩脚底。是，没想到那个观光客来到这边啊，也变成台东的知名观光区了。你泡的差不多了吧？我带你去抓蛤蜊。蛤蜊，蛤什么人？毛蟹，毛蟹，毛蟹，会咬人，会咬人的毛蟹，小时候才吃过的毛蟹，我一定要去找，赶快泡完再去好吗？好 ，OK， 这边一起泡着。为了寻找传说中的蛤蜊 ，KC 夫妇带着我们翻山越岭，穿越溪谷。倒像是拍摄 KC 全纪录，不过这些野生的蛤蜊非得在纯净无污染的溪流源头才寻得着踪迹。为什么叫蛤蜊呢？这是某些原住民的笑话，因为抓螃蟹时偶尔会被蟹钳给夹到，所以就叫做蛤蜊。俺们这里多了哈，哈天天，马赛啦，我们干了闹。哎，阿公，哎，你在念什么？做什么？我拉哈在那做过蛤浪，抓蛤浪。哎，这个要放个网。我拉哈在这里做蛤浪。那它吃什么？蛤浪吃什么？浮丁。浮丁，浮丁是什么？浮丁是鱼。鱼啊，什么种类的鱼？那个什么青蛤啦，蛤蛤红。青鱼吗？是青鱼。哦，青鱼。好，那什么时候要来放这个？在这里啊，在这里。
生菜饭的话就晚上啊、哦，晚上一天早上就拿出来。哦，那为什么要晚上放这个网？晚上就那个螃蟹，螃蟹会上来。哦，晚上螃蟹才会来啊。哎，哦，按按它才会来啦。对。哦 ，OK。然后呢，那个鱼的味道，那个螃蟹会拿出来，然后放在里面。哦，所以鱼的味道会引螃蟹进来。那要藏在什么地方会比较有螃蟹进来？有石头里面。哦，石头里面啊。对。哦，就是要这个石头里面。对。哦 ，OK， 那怎么放？我要放酱饭，这个是放在下面，放在下面，这样，哦，要靠近石头啦。对，那这样就好了。飘走呢？会不会飘走？不会，然后拿一个石头，压住它，再压下去。哦，要一个石头压下去，然后要压两个石头啊？然后压两个石头，压两个石头啊？哎，那阿公。这个什么地方比较会有毛蟹啊？一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是在那个水很浅的地方，水很浅的地方。哎，哦，那对，晚上是那个螃蟹会出来，然后再吃。嗯，那什么季节哈、哦？那个毛蟹比较多，什么季节？四月五月。那什么季节比较好吃？所以。比较好吃的话就五六月，五六月比较好吃，为什么？那个有蛋哦，有那个膏啦，哎，那个膏里有蛋，哦，要吃那个膏啦，哎，对。那毛蟹有几种毛蟹？毛蟹是两种，哎，什么毛蟹？有一个黑的，有一个黄的，有一个黑的，有一个黄的，哪一种比较好吃？哎，那个黑的比较好吃，它的肉质不一样，肉那个跟那个黄的不一样，为什么那个黑的为什么那个好吃？那个很大。哦，黑的比较大，哎，那个黄的比较小，所以不好吃。阿公，为什么你要放两粒石头在这边？为什么呢？我放这个石头啊，我放这个笼子，然后这个石头两个，我放在石头上面，这个是记号。哦，记号。就知道篮子在这边，因为找不到这样子。对啊，那我是不是而且姐姐她要放高一点哦，要放高一点啊，不然会被冲走。哦 ，OK， 那你昨天有没有放？昨天晚上？对，昨天晚上有放吗？有，在哪里？在哪里？一个，那边有一个，哦，我看到两粒石头，好，那你带他去找好吗？好，有一定有螃蟹吗？有。在这边好，一定会有毛蟹吗？阿公，有啊，有啊，有毛蟹。我看一下，好，在哪里？在这边，在这边。哎，哇，有哎，有哎，哇，一只，两只，三只，四只啊、哦？四只哦。哦，我来看一下。好，贝贝咬我。会拔掉哦，小心点，这样，你拿头发这样，再打一打，啊，哦，把它先打下去啊，好，这个就拿起来，跑出来哟，会跑出来啊，会跑出来，它会咬我吗？不会，啊，那我不要放这边了，你呢？我看，哇哦，耶，一二三次，嗯，那要抓哪里？抓哪里？你抓抓看，抓哪里？教我一下。啊，这样子啊，嗯，这样抓，哦，这样抓啊，啊，这位咬我呢，不会啊，哇耶，啊，这个就是黑色的，对，黑色的毛蟹，所以比较好吃的，对对，这样子有没有200克？这个有半斤，有啊，有半斤啊，哇，那通常哈、啊，这个毛蟹哈、啊，原住民怎么煮，怎么烹调？用那个煮汤，煮汤，对，煮汤，还有嘞。放那个蒜头、辣椒、蒜头，哎，煮汤，它就很甜，对不对？对，这样就做好的可以吃了。OK， good， 这是公的，对不对？对，公的，所以没有膏，对，要母的。你看有母的，有没有母的？啊，这个母的，哦，呀，这个母的，这母的，嗯，哇，你看这个黄黄的，有膏哎，哇，这是公的，尖尖的，这圆圆的，哇，成功。Thank you.
观众朋友，这次我们再次来到台东，看看我们手上的东西，就是道地的山珍海味。山珍就是我的金针花，海味是什么？海味你看，毛蟹的，就是这个毛蟹。你看这个毛蟹，我其实没有吃过，它是这边毛毛的。OK， 那今天这个是公的，你那个是母的，看一下。真的吗？那啊，圆的，是我。然后公通常这个。那个螯比较大只，对对对对，女生的螯比较小只。所以如果你要煮哈这个毛蟹，我们给它先给它一点酒醉一下先，醉死它。好，那这个是公的，有什么呢？公的会有膏，膏。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真的吗？毛蟹也有膏吗？对，你看。哦耶，你看，真的，哎呦。然后你会发现这边这边干干净净的，是因为这边的这个很干净，它们是吸水，吸水。这个叫它的气囊哈，很干净。OK， 来给我一点干净的水喽。来，好，然后这个冲一下。OK， 好。那我们因为哈要吃这个膏哦，所以它是香的，所以我把它先盖回来。我要保护它。OK， 好。就是这样把它盖回来。其实啊，这个季节哈还不到哦，因为那个冷空气还没有下来，冷空气还不够。对对对，所以它还没有很饱满。OK， 好，那因为有这个膏啊，那个黄哈，所以我今天是要这样烤，因为如果你放这个方向哈，这个很快就熟了。对，哈，那这个为什么把它盖起来？因为我这个要把它保护，因为不然它会很快熏熟，对，会硬掉了。OK。好，所以这个很高，很香。OK， 所以我们今天呢，金针来拿做来，它做一个金针粉丝煲。今天要做金针粉丝煲毛蟹煲。OK， 然后在台东啊，哇，这个原住民很会种这个，我觉得哈，这个韭菜哈很嫩，然后呢，没有很呛。对 ，OK， 所以我们先来烤，因为今天不大，这些毛蟹都不大哈，那我们只要用一点姜，让它不会太寒。OK， 然后来一点香油。如果你不喜欢太重的麻油味哈，你可以拿一点香油就好了。OK， 好，那我们就要先把哈这些毛蟹把它烤到大概九分熟，我们再来炒金针，再来炒这些韭菜。所以我今天做这个煲是两个味道，一个是韭菜，一边是金针粉丝。然后先烤毛蟹。对，先烤毛蟹。OK， 好，来，我们可以放喽。它只要哈这个姜要给它香一点 ，OK， 好，那我们就先把大一点的放下去。我刚才有说过哈，我们先放这一边，哈，因为膏在上面哈 ，OK， 先把这个，那我们现在给它烤三分钟 ，OK， 那这个韭菜哈，我通常会加那个蒜头 ，OK。好，那这个韭菜刚好哈，我今天要呛一点酱油香哈。他们这边呢喜欢这个毛蟹啊，有一点酱油香，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蟹这边哈，毛蟹很香，它有特殊的香气，然后这边毛毛的哈，因为它吸水很干净，所以这个呛这个香料呢，这个毛会吸那个香气，所以吃这个熬的时候是要连毛一起吃，要吸它的味道。哎，对，这是本地人教我们，在台东哦。现在要找到清澈的溪水里有毛蟹，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因为这里的环境，这里溪水没有污染，所以毛蟹还存活着。可是相对呢，要抓到就很不容易了。我那个听说它很特殊的香气哦，所以呢，我今天要 try 一下。那我这边呢，刚好有一点 fresh 的辣椒，来加一点辣椒在那个粉。这是曲里巴里的。对，一点点就好了哈，加在那个韭菜这边。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看。OK， 好，那我们现在来一点那个胡椒盐。其实这个哈，如果说 fresh 的话，一点胡椒盐它就很好吃了。开始有点变红了哈。今天三分钟还不够 ，OK， 因为这个毛蟹啊，它的壳有点厚 ，OK， 可能要四分钟。OK， 来，我们就是把这个金针，我们先放在这边。OK， 这个蟹哈，刚好它的壳都会很有这个香气，所以你的这个蟹壳哈，它就好像你炒虾的时候，它会有香气出来。再放。好，那我们现在另外一边呢，我们来放这个韭菜。
哇，放一点蒜头，一锅酸菜，放一点蒜头哈，这边。OK， 有没有闻到蟹的味道？有，很香。OK， 而且这样蟹刚好夹在韭菜跟金针花，然后最上面放粉丝，放这个冬粉。好，所以我这边是金针跟粉丝哈，大家给它熏，给它熏熟一下。OK， 那我们现在哈要翻身了。对，翻身了。哦，因为这个刀不要给它过熟，哦，它已经开始快要红了哈，我们给它翻身一下。嗯。那刚好呢，我们这边这个时候要呛一点那个酱油香，刚好今天的这个粉丝煲哈，那个粉丝要一点酱油香，这个也有一点酱油香，然后来再来一点胡椒 ，OK， 然后chili，chili巴蒂很辣哈，这个不要太多。如果你知道差不多要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哈上桌了。再半分钟就可以直接上桌，我们就可以找位置坐下来吃毛蟹。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哇，它的韭菜真的很棒，这个冬粉就是要桑桑这样子。哇，这样一锅的话哈，新鲜的金针，有金针，对，然后有韭菜，够了 ，perfect。我想 try 一下这个毛蟹，这个膏哈，好不好？好，烫，来挖一下。对，就是要这样子，锅锅的，好吃。哇，好甜啊！鲜甜的，然后好 creamy 哦。很 creamy。嗯，他们说这个螃蟹有特殊的香气，对，来踹踹看。哇，哇，人间美味。yummy yummy。好好，我们要关火了。我要吃这个吧。嗯，韭菜好不好吃？嗯，很嫩，很嫩。Good， 耶！走，好，起锅了。好 ，Let's go。山珍海味 ，Yes。辛苦哦，要抓毛线要走那么慢。